唐文杰说，对于在大陆工作的人，这个警示灯号是提醒有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的存在的。然后你看他又说了，最近得知有某台商遭控违反国安法涉案，原因不明啊。然后又提到了一些人分别遭控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都因为在大陆以外的地方做的行为被逮捕。然后呢，就说哦，他是基于政府职责，就要把这些危险指出来，好点出来。那好像就是让你就觉得说，所以我们做的这都是合理的，都是应该的。因为你看，真的就是有某一些人，他们呢就是被抓了，他们到了大陆去就麻烦了，所以你看不去是对的吧？好像感觉上他想要凸显的是这个。然后今天你看啊，他又说了，这个赖清德因为上任之后有四度谈到中华人民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就梁文杰说，两岸或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意思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两个国家。中共一定会批评，因为从对岸的角度，中华民国是不存在或不该存在的，认为是用中华民国当幌子的台独，对中共来说，华独跟台独是一样的。所以你看他不断的这个解释，意思就是说赖清德讲的都是没有错的啊、哦、不管大陆方面是什么样的反应跟态度，我们做的都是对的。来，历史哥，首先我要先肯定梁文杰啊，人贵自知，在这一点上面呢，比刚才兰姐提到的沈伯阳来好的太多了。因为沈伯阳自己是第五纵队，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是沈伯阳的这个黑熊学院的院徽哦，各位、那你看哦，这个院徽呢，来，这个我们可以拉近一点，来，往这边，好， okay, 好，那我们这个导播帮我们带近一点，有没有？这个院徽呢，有没有？上面是不是一个圆字？这个新月岭？那你知道隔壁这是什么熊吗？这不是台湾黑熊，应该台湾人都看得出来，这不是台湾黑熊，这个是中国月熊啊。所以沈伯阳的黑熊学院用了半天是用中国月熊来担任他的代表，他不是中国伯阳吗？所以讲了半天他就是第五纵队，他都在黑熊学院里面暗示大家了，所以是我们的错了，买错买错，我太晚把你解释出来了，我要特别要公开感谢侯汉廷，侯汉廷把这点出来，因为侯汉廷对中国的野生动物有研究，所以呢话说回来啊，今天梁文杰啊，至少他的自知方面呢他是比较清楚，为什么？因为他把话讲得很明嘛，对不对？中华民国当幌子的台独，对中共而言华独台独都是一样，不，我告诉你，这就是你们在干的事情嘛，你干嘛把心里话讲给我听呢？好，那我是不想听啊，不过你既然听出来了，那我就非常感谢你把它讲出来，因为很好笑。他把富察是谁？李延赫，李延赫是中国人啊，他哪台湾人啊？他这边自称是满族，然后呢是中国人，台湾都把这个蒙藏协会把这个相关的这些都编组都给取消掉了，现在根本没有一个专门针对满族的一个机构了，好不好？中华民国以前刚成立的时候是有继承啊，来自清朝的理藩院来处理这些民族事务的，现在还有吗？啊，所以呢，简单来讲啊，真正的啊，这个富察就是外国人嘛。那你今天总会又把它包进来呢？那代表什么意思？你认为富察是自己人哦？那如果富察是自己人的话，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那他又是自己人，那请问呢？那你不就是讲简单来讲，你觉得两岸是一国吗？那你后面又矛盾，所以我是觉得啊，梁文杰啊，把他的台独啊跟他整个论述，在他所有的表达里面呢，其实他很清楚，他只是揣着明白当糊涂啊，装糊涂啊，所以大家听得很痛苦，就那整个访谈很闷。为什么很闷？因为你讲了半天，觉得奇怪，梁文杰怎么东一块西一块南一块北一块一大堆写的攻杀，真的是三个小朋友听阿伯啊。但是话说回来，他们现在在试图淡化赖清德上台以来犯的巨大的错误。为什么？因为他不断的提到互不隶属，而且说马英九啊、蔡英文啊都是跟我一样的，都是知我者，搞得马英九气到跳出来。那可是就他也知道这个有杀伤力，但是他又想要淡化危机处理了，没有错。因为老板我刚才讲了嘛，赖清德现在只干一件事，我只干台独嘛，所以为了干台独，所以我去干老共，去干蓝白就是不干正事。那梁文杰现在只能咱努力的化妆擦脂抹粉，但他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哦？照他这样讲的话，那陆委会要先取消因为陆委会他是根据什么条例而来的？他是根据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的前言就序言的因应国家统一之前，还有第十一条中华民国大陆的自由地区与大陆这个地区的人民予以专法规定嘛。那这个对应的机构就是陆委会嘛。那你陆委会是这样而来的，而且是宪法的所谓的特别法的一个层级，特别法层级是很高的哦。那根据这样而来的一个机构，结果你现在当众跟大家讲说，哦哟，那这是两国。那你应该是外交部中国司啊，你一个司长跳出来，
这当什么这个陆委会副主委是副部长级耶，因为我们的这些委员会它是特色的，它是等同部级的单位啊、哦。那你存在这里干嘛？所以梁文杰从头到尾颠三倒四的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是什么？这就代表说台独的悲哀啊！我跟大家讲啊，在赖清德上台的当下，套着中华民国的皮来搞台独啊，台独已死啊！哦，真正的台独大佬是受不了这件事情的。蔡公投啊，蔡同荣啊，他一辈子推公投啊。两件事，第一个公投要绑大选啊，让公投可以解放；第二个依照公投来进行台湾民主自决来台独。这两件事情，蔡同荣可能地下也有知道，可能真的有一天真的气到会复活。虽然我不想开老人家的玩笑啊，这个逝者已矣啊，但是呢，你们民进党背离你们的先烈先贤有多遥远啊？你背离你们郑南榕有多遥远啊？郑南榕100%言论自由之外是怎样？台湾是独立国家，还要建立的是台湾共和国啊。结果你现在是100%言论自由时报。好，自由时报则是言论自由，我们讲的通通都是什么？都是中共第五纵队。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啊，梁文杰到现在，我看到民进党那些官员那种别扭样态啊，看得很讨厌。他看起来像很可怜的人，不，一点都不可怜。这些人哦、啊，聪明人，但是呢，装糊涂，所以就是坏，不是笨。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民进党官员是笨，民进党官员虽然很混，但是呢，坏，而且是坏透了。好。但是这个历史哥，你刚刚讲的这个沈博阳、你没有看到这个吗？他说许多到中国的台湾人用 VPN 翻墙会看 A 片，然后呢喜欢的种类就会被大陆掌握，因为他还说大陆利用色情网站去搜集个资，什么至少已经有6-7年的时间了，然后他现在在忙着提醒台湾人这个。哇，你去那边还要去翻墙看，所以意思是说对方他们都会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中啊。好，我要跟着我刚才的说法好了。梁文杰是坏因为他是聪明人。沈博阳这是笨。不要看他高学历读死书脑袋转不过来。第一个啊、他连 VPN 最基本的主构功能搞不清楚。我学姐在大陆做 VPN 的、我学姐是个台独啊，人都没被抓，为什么 VPN 傻瓜才把他架在大陆的网站上，每天被抄，你还被警察局叫去问话，对不对？ VPN 是架在海外的好吗？就是连最基本的，怎么会是中国去查 VPN？ 中国不会有人架 VPN， 中国是抓 VPN、先搞清楚 ABCD 吧，连 VPN 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VPN 什么跟大家报告、VPN 很简单啊，我们今天在台湾，那我如果要看其他地方的，它如果有封锁地区的话、我就跳板嘛、所以就改变我的 IP 位置嘛，好，就跳到尤其跳到国外去嘛。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沈博阳现在的行为啊，真的是符合妄想症的17个征兆的自我解释，我随便举几个就好了、第一个呢，发现自己很难相信别人，他有没有看到他会突然说：“我这个东西是被开过。”他自己讲的故事嘛，他在国外说：“我这个好像被人家开过啊什么的。”还是什么充满戒备，喜欢争辩，而且难以妥协。这不是沈博阳错了，还要继续争到底？明明头上面头发骨折哦，包纱布加雨衣，然后还硬要跟你争辩，说我这个是标准的三角形包法。再来呢，很难做到原谅与遗忘，每天在那计较。最后呢，总是觉得人家在暗地里威胁自己。有哪个征兆不符合吗？随便举3个。所以最后结果我就补一些下时间，因为我知道时间差不多。简单来讲啊，沈博阳，如果你真的对所谓的 A 片可以拿来分析解构人格的话，请你告诉我什么类型的片对应的是保守派，是挺蓝的挺绿的，好不好？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这些 NTR,NILF, 请你回答。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2-3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1000000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